现代的人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能够把世界各国人民在 Pasadena Civic Auditorium、要公演的歌剧见证东渡。那这一场歌剧呢，是江苏省演艺集团特别呢到美国来公演的一部中国的歌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简单介绍一下见证东渡的创作和演出历史。徐会长，还有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的吴帅荣会长。院士也是江苏人最多，所以呢，江苏我们苏商有一个精神叫厚德从文。我们江苏总商会，美国江苏总商会是江苏省工商联的直属海外商会。